粉丝荣升老板陈志云 cosplay 撑场。哇，边间铺头咁有面，请到陈志云、五姑娘，仲有郭晋安夫妇等等咁多粒星齐齐撑场啊！知唔系为咗贺陈敏之开铺做老板娘咯？讲咗好耐话要开曲奇饼店嘅敏之，寻日铺头终于正式开张啦，场面真系盛况入入，圈中好友个个嚟撑场，陈志云仲特别着上厨师衫嚟剪菜添啊！敏之除咗啱啱荣升老板娘之外，亦都系啱啱做咗人老婆。有记者就问佢几时肯做埋妈妈呢个角色啦？我都冇时间，真嘅真未搞住啫嘛，未住咯，就因为呢个系我第一次做生意啦，即系我自己第一次做老板娘，咁我摆咗好多心血落去咯，咁我想即系 focus 喺呢度，即系俾多啲心机先。咁又係嘅，敏之話佢今次投資咗七位數字落去，咁大手筆係要睇緊啲嘅。